澳门妇女联合总会2月21日晚严请本地传媒共庆新春。本地及内地驻澳通讯社、报章及电子媒体负责人出席，妇联多位负责人向嘉宾祝酒致意。澳门妇女联合总会会长刘金玲致辞，感谢澳门传媒界长期以来秉持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，通过自身的引导力、影响力和公信力，传播澳门声音，讲好澳门故事。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，随着澳门进入疫后的新发展阶段，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战略逐步的落实，大湾区和深合区建设扎实推进，新蓝图举走了新的征程。我们展望未来，妇联总会是将团结广大的妇女，把握新的机遇，展现新的担当，做出一个新的作为。一，推进爱国勇敢教育新实践；二，参与社会治理探索新的路径；三，加强社团建设，展现新的作为；四，融入湾区发展，迈向新的里程。通过妇联廣東辦事處為載體，籌備成立新的服務的機構，落實珠澳家事調解聯動機制等，實現婦聯會務和公共服務的銜接。